也不是秃，就是因为我的刘海比较的零碎，剪的是那种，我的理发师说这是法式刘海。今天我真的就播一会儿会儿，因为想让大家看一下我的模样，然后我就下播了，我就要去玩耍了。哎，我这个角度我在这佝偻着，你知道吗？看我的撞美美撞衫的棋盘格，可以在这里下棋的。这怎么？我要离远一点。我发现了，好多了，他会主动给你对那个一键美颜那里关掉，你点那个重置，哦，然后就会看到你的脸突然变大。所以最好先离开镜头再进来，要不然会很搞笑。自拍多几张，自拍，带意吧。我刚更新了这个口袋，就是说。一整个搞不懂他这个，那我怎么一直在梳头？你还在调美颜吗？对，因为我发现你就不用加美颜。不是，他每一个都给我自动加了，我要把它去掉。我是直接被他自动加了一个一键美颜。对，今天化了一个美美的妆，但其实也不是很美。现在看起来稍微正常一点了吧？因为我更新了口袋，抖音你们没有看？他给我自动加美颜呢。谢谢冷酷车的奶茶，谢谢小手的家人们奶茶，谢谢 E M M 的玫瑰花，谢谢小哈的奶茶，啊，谢谢你知道我什么无穷在哪里的秋天奶茶。我们排了很久。谢谢4040的99个应援棒，谢谢前九袋的。那个，哎呀，大家我看不到了，谢谢宝主的液体，是不是有点烦？不是，就是那个，谢谢宝主的液体，谢谢宝主，只有我，谢谢，那就晋级一下，我写不过来，谢谢那个，我想去务农的奶茶，谢谢，那我。What Seven 的那个奶茶，救命大家！明后天，谢谢。明天或者后天我不发。谢谢哈蒂斯的，谢谢小哈的夜蝶，谢谢小哈。做得到吗？谢谢炸炸的奶茶，谢谢旋风奶茶，谢谢图图的奶茶，谢谢不正的奶茶，谢谢阿给我奶茶，谢谢。我没有存货。谢谢谁呀？谢谢。谢谢那个，谢谢秋一位酸奶的权杖。为什么我们秋一位酸奶就是说不给我特效呢？谢谢吃完晚安的巧克力，谢谢小手的奶茶。对，你等等这个小秋，你的这个特效啊给了吗？我这儿没显示，我这里没显示。我在玩什么？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好看的？怎么就是说粉丝版跟成员版还不一样呢？谢谢 CC 的奶茶，谢谢吃完晚安的玫瑰花。哦，是你小布，你跳的，我再谢谢那个。哦，谢谢。Okay. 哦，我刚谢了，就是大家，那个小秋，你现在在吗？我过来没有带什么衣服。I'm so sorry， 今天那一个，胜出的时候，一整个忘记了你的现场，就是一整个忘记对你现场本人说了，我就是对着这个镜头说，你可以那个美美补一下，就是那个，我没有那个叫什么录播。因为我没有带行李箱，你录播，你就能看到我是透过那个屏幕在看你。中心有衣服，有的都是那种去年穿剩下的。So sorry， 所以我就没有带。咱们穿衣风格就是能省则省。好，谢谢小刺的玫瑰花，谢谢婉婉的玫瑰花，谢谢奶茶。哎，我刚穿的就只能穿我刚吊带卸过了吗？忘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很不像我。加点美白，一白遮百丑，也可以，不可以？哦，谢过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脑子不太好。还可以的，可以，真的可以。哎，你有没有多的不要的衣服？我是说破烂的，不是，就是说我过来没带行李箱。有啊，确实，好像衣服很多的。
可以借我明天去玩的时候穿。性感的吗？我想穿性感的。啊，有啊，我啥都有。比如哪种？我还有背心呢。哦，我最想穿背心了，就是那种最近不是正好冬天了吗？我是衫，我没有内搭的背心。没有内搭的背心，我也没有内衫。可以啊，我最喜欢那种。OK。我把那个背心就是美美借给那个高雪一啊，谢谢你大漂亮奶茶 ，Thank you。粉丝还很认真的说，那你会冷？我们开玩笑的，我没吃呢，我们倒也不傻，因为小刺的巧克力 ，Thank you。没什么胃口。嗯，明天穿那个背心啊，然后美美的就是那个，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件背心。他找到归宿了，我可以直接送给你。啊，真的？嗯。因为我穿上不太好看，你穿上比我好看，不可能，你有那个气质在。为什么？哦，就是那个背心，他需要一个背心衬他的人来穿那个背心。背心的气质，我真的穿不了，我真的穿不了。可以一会儿看看，因为大家穿这肯定不会撞衫，因为我今天穿这一套在剧场美美的撞衫。我看到了，对，而且听说送车是个漂亮的，对，他送车的时候站你旁边，然后我们俩再来一个，我们三个就被笑掉了，就是穿一模一样，它里面搭的也是这个白色的。我晚上没吃，我下午我公演前吃了，我在淘宝的首页他推荐的，然后吃了富小姐，觉得好看，二觉得土豆，因为那个土豆很好吃，看来不止我一个这样觉得。然后就美美的装上，但是不一样的是我有粉丝一会儿独一无二的项链，哎，可能有二吧，但是他但是目前我其实不太饿。他认出我了吗？哎，说到认出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富小姐的包浆豆腐好吃，嗯，哎，我没吃过，下次可以尝一下。我今天不是在看公演吗？我能说吗？为什么不？那个什么被认错是不是有点碰了？我跟你说了没？没有说、哦、没跟你说，就是哎呦算了，我不说，不是就是有个粉丝认错了，就是我在那边看，然后我戴着口罩，可能就是比较酷，比较美丽，美丽。嗯。然后他路过，他问他说：“你是曾可妮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真的是认得大错特错了。”是吧？听完没有不笑了？但是。我就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吐槽。哇，证明你真的是个大美女。她是大美女，你是个大美女。那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觉得曾肯定会出现在星梦剧院，因为杨姐就是爱，怎么让我我说我不是。也不知道怎么看，谢谢小 S 奶茶 ，Thank you。所以说今天就狠狠被认错了。晚上好，我可喜欢我今天买的这个衣服，家人是吧？我给大家讲完，然后大家都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温暖？我也表示开心，嗯，确实，嗯，就是我很喜欢深 V， 而不是深 V 大 V。哦，然后今天呢，我在剧场，我之前买它是为什么？我之前买它其实不想搭这个内搭的。就是我就想这样单穿，但是我怕太冷，因为天哪，我天气变凉，我怕太冷，我就想算了，我还是搭个内搭吧，对吧？你们都听到了，而且它很长，就是你，然后我的手都只能露出这么一呢是感动咱们的歌进了嘛，然后就很开心。二呢是，二是哇，还有人认得我，就更加开心。穿这个毛衣就是我们出发的时候天气特别好，然后有阳光，然后就哦，你在现场啊，心情大好。哦，这次待多久？就几天，下场公演之前就回去了。蓝色真的很显白，因为我们周五有一个考核，显得我很白，虽然我开的没白。有个考核，就是我2点必须出现在重庆。那个叫什么应援色？怎么会是蓝色呢？谢谢盖猪猪的荧光棒，蓝色就很好看。谢谢荧光棒，不知道跳舞吧？对，这个项链也是蓝色的，专门请广巴 staff 来考核，小星球的样子。不是这种考核，就是我们那种，
请广巴的 staff， 因为他们更加专业一点。然后我也不知道具体考核什么东西，但是说就先过来看看什么。好看吧？就是大家跳那个什么，谢谢大家一起跳舞，引进的玫瑰花，一起跳，谢谢白两首玫瑰花，十六人曲这样。巧克力和奶茶，就是、不用额外准备，就是跳没跳过的。哦、今天中榜。就是可能以后定期会有考核，家人们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牛牛子，开始打嗝，就是到时候再看。咱们已经是两一次在那个耀阳组了吧？是叫耀阳组吧？耀阳组哎，这次过来就是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那一个中宝也在耀阳组哎，哇！今天说了很多话，确实。谢谢盖猪猪的荧光棒 ，Thank you。Good good good， 为你们唱一首 good good 的歌。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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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我们下周可能要拍新公演，所以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去外地了，可能，所以我就想就赶紧出来。谢谢小粉的奶茶。新公演跳什么？哦，差点我就说了，差点我想起来，我说大家不是都知道吗？你说你跳什么？就那个，那个。你们新公演没发布是吧？对。但是大家都知道啊。对啊。但是我还是不能先说嘛。嗯嗯嗯。就那个嘛。嗯嗯。不错，你跳过吗？哦，我不懂，等一下，就是美美的暴露，好，我跳过。跳过里面的歌是吧？不，我跳过。哦、我们换的不是头号新闻。我知道啊，我跳过啊。之前不是有那个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是那个那什么的那个、嗯嗯。对对对对对。哦、谢谢回话费的奶茶 ，thank you。对啊，我跳过，对吧？你们怎么比我还清楚？但是没 跳过，没跳全场。哦，嗯嗯，懂的人都懂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地。哦，但是现在你就不是了，证明你进步很多哦。嗯，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替补，也是因为人太多了。确实，但是你还是进步很多。嗯，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哦，确实，我好像只跳过一两场。还好吧，我们重庆成员就是喜欢男的，他们特别喜欢四十八区。为什么？我也喜欢，其实。可能很难，然后比较酷。小高怎么在？他过来玩。小高怎么确实是？天天在不同的地方。对，新公演也不容易的。有美美相见，就是。而你们却不能同时来重庆，所以只能我来。哎，确实。谢谢一坨小憨憨爱梦瑶的玫瑰花，谢谢小粉的巧克力。对，我们 CKG 现在还是主打一个元气活力型、说实话，那套公演的歌我蛮喜欢的。我也是，没有人不喜欢吧那套、但不是全部。谢谢金边眼睛的巧克力。但这个听说也很累，反正谢谢小哈的奶茶。我到时候回去的下一周就开始排练。所以反正就是大家再接再厉，我们哎是不是后面可这么快？后面就没有那个什么爆了，后面就直接。我以前也会觉得我最终结果了是吧？自己谢谢小牛的奶茶。但其实。好的，告诉我说那么这一次就是不是要去公演去适合你的风格，你要努力去适合各种风格的公演，强行所以就不管啥风格吧，咱都努力一下。虽然我感觉对给你们打一个线下开始会是首演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线下，主要是精力满分那个什么、活力满分，我就觉得，重庆也赶紧开就好。打头上也会有新衣服吗？怎么可能？当然不可能。因为这里管你的身体，所以要打头上。
我也打破，就是只能去借一个。谢谢妈粉的。然后之前为什么？你和玫瑰的花就之前给我的奶茶的公演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衣服。谢谢嫩嫩的奶茶。我当时听到这个原因，我们大家都沉默了。我的下颌没有办法自己做衣服，不太舒服，只能去借衣服。但是有的谢谢浅浅的巧克力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见我下颌鼓的声音，你们听听。去重庆工资给我涨，怎么可能？能听到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在想些什么？我是拿四工资。但是我下颌鼓，就是我一张嘴就会有那个声音，就是一张嘴，我两边就会有那个声音。第一名可不涨工资，又没进圈。不是，是我这个咱不涨、嗯，就是我之前整牙，我整牙，然后但是我的牙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下颌后缩，就是我的下颌、啊。谢谢大家。就是会往后缩，自然的显出来。然后呢，我戴牙套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它就逐渐把我的下颌往前伸，让底下下颌角这个地方那个骨头重新长。所以我现在这块可能是有一些新长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有时候就会，它就会有这个声音。谢谢按摩课代表巧克力先给我。就很不能是疼，就是有一点儿，就是说酸，就下颌酸，就是你不管你的那个下颌是放在前面放在后面都是很酸，反正就很不舒服。也不是天天这样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这样，拿手拖着，有病吗？我天天这样拖着。谢谢雨飘的奶茶。哎，我今天我回来的车上，我打开我那个抖音，我突然发现，就是我那个新发那一条抖音。他给我打了一个热榜两个字在那个上面。哇塞。你看这就是公演日吧。哇、哦、好壮观的直播里边。哎呀太正常。你看。真的。我是置顶。哦哎呀那可能是因为我直播最晚。我那天还拍了一个，我明天发，让这一条视频再流传流传。是哪个？是那天给我发的吗？哦，哎，那天给我发的那个？不是不是，我有发了一个那条我太期待了。我早发了啊！真的？哦，那真是没有看到。没。绿色衣服。那个脸很近的那条抖音我拍了好几天，然后狠狠地做了一些动作，狠狠地 pass 掉了一些油腻动作，确实小兔了。乌克兰魅力时间开个词条。谢谢奥利奥的奶茶。不过那个抖音那个就是那一条被 pass 掉的我已经把它删掉了。因为已经发了呀。为什么要存着它呀？放回原位。我找他俩去。嗯。拜拜。毛利兰是谁啊？谁是毛利兰？
哦，柯南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过柯南。柯南的 CP，柯南还有 CP。男的女的？哦哦，女的，那、哦、不好意思，就下意识的问一问，因为大家磕 CP 都不一样，女高中生啊，哦，因为是这样的，我。然后呢，当我准备想补柯南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他这个集也太多。虽然他这个内容确实是我很喜欢，就是那种每一集都有一个案件，对吧？然后实在是太多了，我真补不过来，所以我就干脆一集都不看。都万一我看了我上瘾了。那不就不真的很那个什么，真的很难受吧。所以有那种集数太多的，我基本上都不看。就比如说《海贼王》、《银魂》，还有什么很长很长那种动漫，我都不看，一集都不看，因为真的是太长了。哦，《火影忍者》，对，我也没看过，就是我最多就是有看过一些它的片段，但是我不会专门去从头到尾补它。谢谢风山下的奶茶，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，我还真没把它看完，就是以前电视播的时候我才会看上2集。你们知道握手会现场，前两天去昨天的握手会，有多少人坐在我旁边跟我坐下来，看在那边看到你兄弟了。你知道这个园区里边有你兄弟吗？我说我知道，你们知道就是我们那天刚去那个园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就是我们那一辆车有很多人，就是有 N 队、S 队都有，大家坐得满满当当的。然后我们就是刚到那个园区的时候，突然李佳叫我，我说啊，怎么了？他说你看，我看到你了。我说啊哪？我还在那想，哎，不会有粉丝举我的什么手幅什么巴拉巴拉的吧？我说我就还在那，哎呦。哎呦，我还稍微心里边期待了一下，然后我说哪儿啊哪儿啊，我还在那儿找人呢，然后哪儿啊哪儿啊，然后因为他声音很大，然后我们一整个车都往那边看，然后直到我看到了那个高耸入云、巨大的一个蓝色托马斯火车的那个脸，哎。确实，你们懂吗？就一整个车的人都在看那个托马斯，就是说，而且很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谢谢奥利奥的巧克力。很巧的一件事，那个托马斯，它是一个浅蓝色的全身。我那天穿了一个浅蓝色的西装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咱就是一个大接受命运了。谁会在那个大园区里边放一个那么巨大的托马斯？喂，我不理解。它旁边的那些建筑都是蛮蒸汽朋克的那种风格的。我说，哎呀，这好像头号新闻啊，就蒸汽朋克。那谁会在蒸汽朋克的那一堆建筑里边放一个托马斯的脸呢？那一个大脸就这样，
在那笑。不要跟我说好像。那托马斯怎么说呢？很憨。谢谢阿伟的奶茶。就是他没有什么表情管理，永远都是那一个表情。我才不憨，我很精致，好不好？我精致的想死，精致的要死。哪有托马斯长这样？哎，看我这块儿，我这个版本，这个刚才小秋的这个权杖突然跳出来了，我就知道是口袋把它给吞了。我还以为我们小秋又送了一个，吓我一跳。谢谢花泽类的夜蝶，谢谢小花，谢谢你的夜蝶。原来是因为有人送了夜蝶，然后把这个权杖吐出来。我就说，我刚才真的没有看到，我还以为我眼瞎了，眼睛有点干，确实，谁戴一天美瞳眼睛不干呢？你知道我们口袋不是更新了吗？现在有两个版本，就是一个是叫口袋四八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口袋四八成员版。然后呢？等一下。花姐突然来了，然后呢，那个我今天登录的时候，我每一次打开那个口袋，它总是让我重新登录，我就真的很奇怪，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我，然后我还专门去找代王，我说为什么我现在每次登录，它都让我重新登录这个号，就是它给我自动退登，然后代王就说你录个屏给我看看，然后我录屏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又好了，我说哦现在没事儿，然后我今天。就是下午晚上公演的时候，我打开又是这样了，就是又自动给我退登了。然后我就真的很不理解，我说到底是什么问题？我就每每准备录屏再发给大王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原来我手机上有两个口袋。我习惯性的总是打开了那个不是成员版的口袋，我说怪不得让我登录呢。我真吐了！不好意思啊，他们那个外观长一模一样，而且你知道，一般这种图标放哪个位置，我就习惯性的点的那个位置了，我都记住了。然后我就好几次就打开了那个粉丝版。口袋能唱 key，他刚有提醒我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。我看到了一个歌单，怎么这么多歌单？这不会是你们点的吧？不是吧？应该不是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我看到了200多首。我还以为是你们点的呢，我那就是，这么牛，玩玩看，我看看，太多歌了，《夏日真心话》什么歌，《蜜蜂女孩》什么歌，哇，
有好多我没听过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我点一个这个。哇哦，好高级哦！这是我们 H 乐的歌哦。谢谢，因为我嘴巴跟不上，我戴了牙套。你们听不见我唱歌。没玩过，咱没试过。什么纯对嘴？你才纯对嘴，我出声了，好吧？刚刚好像有个音量键来着，伴奏开，哎，你们很专业，你们怎么能看到这些东西？好吧，我再试一个，我看看，让我想一想，去牙套。看看唱唱什么，唱唱什么歌呢？耶！我牙出血了，我就说我怎么尝到了一股血腥味儿。很正常，就是我门牙中间这儿，有时候就会突然出血。你知道我戴着牙套，有时候我一笑，然后王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我一看，我一笑，一口血，在那个牙套里边。所以戴牙套很痛苦的，大家要不好好保护牙齿，不要戴牙套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唱什么。我翻到底了，一共有335首歌。谢谢谢谢旋风的夜蝶，谢谢小风，谢谢你的夜蝶。算，不玩这个。玩玩这个。
这个。可是我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。我变声了吗？家人们，我变声了吗？没有吗？可是我点了这个呀，难道一定要让我戴耳机才行吗？那我哎，你知道我点的第一个是什么？我点的第一个，它的名字叫磁性。啊，如果没有变声，那证明我本来的声音就很有磁性，所以你们听不到我变声了，因为我自己的声音就很有磁性。哈、啊、哈。就是说，我一整个，你们在笑什么？我就是说，根本不知道我现在什么名字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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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字，什么声音？现在不是磁性了，现在叫电音。现在是电音，说拜托拜托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那个，如果是电音的话，真的很电吗？电麻了，这么电？啊，哎，这个时候适合唱什么？适合唱代号叉兔的歌。哦，唱触电。触电，呜啦啦啦啦啦，呜啦啦啦啦啦，开始什么我的世界？我化茧成蝶 ，baby my baby， 人生在放电。这气氛把你催眠，哦哦哦哦，呜啦啦啦啦啦，呜啦啦啦啦啦，开始进入我的世界，我化茧成蝶 ，baby my baby， 站在你眼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才是我完美表演。跳，我真的好想听啊！我再换一个。这个叫清新，清新是什么？清新应该就是我自己的声音吧，我自己的声音就还蛮清新的，没区别。嗯，那就证明我自己的声音就很清新了。哈哈，然后现在这个叫那个，萝莉，延迟吗？好甜，奈兔奈，奈兔奈兔奈，哦，奈兔奈兔奈，哦，天微亮之前的这夜色太美，叫姐姐，这是另外的价钱，哈。我要看录播了，家人们。我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声音，好难受啊！只看到你们在笑。我再换一个，这个是空灵，有空灵的感觉吗？村口广播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:52。那个，怎么说来着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当当当当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噔噔噔！哦，有弹幕提醒我。1个2个3个小朋友，4个5个。
小朋友一起手拉手玩雪球，一起手拉手玩雪球。唱真不错，再换一个。再换一个，这个是，我发现有点延迟哎。搓火球 ，In the dark， 这个适合唱什么？我虽然不没听到我的声音是什么样啊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很低沉的声音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唱冤了，哈哈，那个。怎么唱来着？又梦见了深渊，冰冷，呼啸凝望无声，静静擦肩而过，可能甚至记不住疼，适合怒吟。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，而我的扫帚却只能清理垃圾堆。嗯，这个怒音没那天怒的好听了，有点要吐的感觉。我那天可没有要吐。哎，我看到有一个功能叫。外国人是有多外国？外国人有多外国？外国人能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效呢？外国人 ，Don't you? Hello, everybody. Hi, guys.Welcome to my 哎频道怎么说？Hola, hola. 哎，我如果用这个外国人这个特效，就是说陕西话什么感觉？家人们，今天我很想太晚了。都快一点了，那么你们不睡觉吗？什么波浪？什么波浪？你们说什么波浪 ？Welcome, my China. Oh, welcome to China.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一个选秀的一个啊，不是选什么选秀，就是那一个选美，就是各个国家人家选美的那个视频，就是你要报本国的那一个国家名字 China。我现在很正常在说话啊，我再换一个，这个是叫那个擎天柱，哦，小东西。你真的以为你有资格跟我斗吗？快点带上你的汽油，滚吧！气泡音，是这样的气泡音吗？就是说，哎，宝贝。晚上吃了吗？没吃，多吃点儿。
想我，没有，现在想，想了，多想点儿。哎，你没有看过一个那个抖音，就是那个男的每次都会这样。被自己的口水呛到。就是他那个嘴巴会咧的特别特别特别歪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抖音？就是一回头他就可以做到，我再试一次。哎，歪不上去的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这是最后一个。这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叫机器人。啊，可是这个机器人跟这个擎天柱有什么区别呢？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。擎天柱不就是机器人吗？擎天柱。村口的。哦哦哦哦。我懂。村口的擎天柱那就是宝贝们，快打疫苗！好，我就是说我把这特效换完了。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我感觉你们应该会比较喜欢每一个。好的，家人们，回归正常吧。有没有觉得此时此刻听到我本来的声音很幸福？但其实，在我耳朵里，我刚才一直都是这么说话的。哎，我发现这个特效做得很不错，就是那一种我很正常，但是折磨的不是我，哈哈，反正折磨的不是我。哦吼吼吼吼！哎，这样吧，我们不是有那个后面不是有那个活动吗？我觉得就是说，大家有点歌的话，可以，我可以就是，如果你们有要求，大家可以要有什么声线，我每每满足你们。用这个声线唱这个歌，反正我本人听不到哦。谢谢44/44的玫瑰花。夹子音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听不到，而且不是我这么说的。好了，我再播个2分钟吧。凑到05，
谢谢不合格妈粉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妈粉。对，谢谢。小格不好听，OK， 还有最后一分钟了，拜拜，说再见吧，说再见。我脑子里面自动想出了一句台词，就也是这个语气。他那个原本的台词是“说遗言吧”，就是我说那个语气啊。